98岁的阿嬷抱着刚从里长手上拿到的大颗高丽菜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周末这一天天气相当好，很多大安区龙生里的里民都起了大早，拿着发票排队等着领取高丽菜。热心啊，为里民服务啊，我们觉得是这个龙生里的荣耀。来到我们这边的，我们也不分他是哪里，只要持3张发票，我们就送一颗高丽菜给他。这个里民都非常的高兴，看到我们农民呢、非常的辛苦，种了很多的一些高丽菜呢、然后产生滞销的问题，而且但是台湾的高丽菜又非常好吃，送到我们台北市这边来呢，有时候的一个菜价呢又有点高，所以我这次呢从产地这边呢特别买过来呢，然后送给我们的这个市民。但是呢这个市民呢不是说平白无故来拿这个高丽菜，因为必须他也要做一个爱心，然后用这个捐发票的方式来换一个高丽菜。除了有发票免费换高丽菜的活动，另外一个 HO 康是龙生里里长沈凤云设计的里民卡，只要填好资料就可以得到一张龙生里民卡，未来到加油站加油每公升都能够减免1块钱优惠，很方便呢、如果说有里民卡，我们又可以在这个胜利加油站加油，我们会觉得很好很方便，因为我们家也住在附近呢、我们现在在试办，我们也希望试办到整个里，大家都能拿到这个卡以后呢，希望我们里的所有的商店呢、以后持到这个里民卡呢，他就可以享受折扣及优惠的这个商品。关心里民生活跟健康，沈里长还请来专业教练，教大家简单动一动就能够活化大脑，增加体力。而透过活动举办，不但能揪平时不常联络的邻居们走出来互相串门子，更增进邻里感情，享受龙生里的便利生活。记者顾灿勇采访报道。